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4月13号的运势对12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水瓶座，今天可以透过聚会或是聚餐让自己得到帮助。可能是你在聚会上说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脉或是资源，就有人提出帮助了，让你觉得自己很幸运哦。第二名天秤座，今天工作运很好哦，可能有人会帮你介绍客户，或者是旧有的客户又带给你新的收入，让你觉得今天是满足而幸福的一天呢。第三名金牛座，今天你会觉得工作异常的顺利，因为不管是细节方面还是团队里面的事，你的合作伙伴或是伴侣都可能会帮到你哦，恭喜你。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星座第一名牡羊座，今天工作会有开天窗的危机，可能是你的伙伴或是厂商答应你的事跳票了，最好先有个备案准备着，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危机哦。第二名射手座，今天你的错误很容易被放大检视，甚至因此还可能会为了补救而破财，带黑曜石的饰品或物品帮助你吸收负面的能量，提升运气哦。第三名狮子座，今天可能有人会打探你的隐私，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，甚至是试图接近你，觊觎你的资源，让你会特别没安全感。在房间或是办公桌上挂风铃，可以帮助你思绪敏捷，想出对应的方法哦，加油！